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今日玩一隻游戏咧，就系近期热话嘅一隻 TCG 卡牌嘅一个模拟器啊，就系、是、模拟你呢一个开卡牌店嘅一个嘅游戏啦。OK， 咁我哋开始啦。咁可能有啲人会问啦，哇，你隔咗咁耐先玩嘅？系冇错，稍安勿躁，入到去你就知点解噶啦。OK， 我嚟啦。咁大家已经见到啦，那个卡牌咧系 Pokemon 卡牌嚟嘅。咁啊，点解呢？因为呢一只 game 咧已经系装咗呢一个 Pokemon 卡嘅 mod 啊。好啦，我哋嚟啦，已经。哎呀，我哋之前咧其实喺呢一个嘅直播度都玩过啦，亦都试玩过试玩版。咁今次呢个咧就系正式版嚟嘅。好啊，咁啊，我辞咗份工啊，开始我嘅卡牌游戏店，系时候咧要开展拳脚啦。OK， 我哋个名系咪可以打中文啊？有冇中文啊？哎，有啦有啦，哎，神卡开到神，叫咩名好啊？谂谂先。好，咁望到呢一个嘅左上角呢一幅图咯，我就谂起咧当时呢一个 X Y 啦，最尾咧个 X 喷大战甲壳忍蛙嘅一个嘅对战啦。咁我谂住咧用呢个嚟改名嘅。OK， 改好啦，我哋个名字就叫做开挂储水 X 喷可子，坚决反对亚兰冠军，确认。OK， 我哋已经成功呢度开咗间我哋嘅铺头啦。咁佢呢度咧要逐样逐样嚟嘅，我哋先打开手机先。我相信大家已经好心急啦，只手我都好心急想开卡啦，储备卡包咁即系要买货。好，大家已经见到咧呢度咧已经有一啲嘅 Pokemon 嘅卡包啦，呢啲应该系真实出现的。哦，系啊，呢、這个好旧啦，呢个。劍盾年代應該 S 係咪 SS 七啊？係咪第幾多？唔記得幾多啦。OK， 總之佢有好多個卡包啦，比起我之前玩嘅，151都有喎、啊。哇，做得幾好喎、啊，忍蛙呢啲。OK， 咁我哋先買第一包先啦，呢度好先買四包。OK， 跟住點啊？好買咗啦。冇買到嘅，我要結帳。OK， 落單可以。领取送达呢一个嘅门口，打开包装上架 ，OK 上架，点样上架？开箱 ，OK， 将呢一个嘅卡包上埋架，我哋就可以正式开铺啦。抌，开铺 ，reopen， 跟住开灯，好，跟住等佢哋入嚟铺头啦。然之后咧，我哋要做嘅嘢就好简单啦，梗系开卡包啦，仲等？好啦，开笔卡包俾大家睇 ，X Pokemon 卡，问向话第一张。一毫子嘅六毛虫，呢、這、一个嘅多多，就张金卡嘅雀系嘛，鬼雀，仲有其中之，哎哟，喇叭18蚊，我第一包已经回本啦，仲开，仲卖乜嘢卡？将呢啲卡卖咗，哇，全做37蚊，已经起飞 ，OK 得啦，好，系咪可以取消？冇得取消啊，冇办法，客人等等先，阿老细忙紧。我老细忙紧发达啦，唔得闲。开埋呢张，好快好快，等一等啦，稍安勿躁。哎哟，哎呀，佢呢个咁靓，但系点解得一蚊嘅？唔得喎。OK， 得。我买咁多卡，老细。唉，识货啲靓。比卡好啊好啊，比卡几钱啊？33蚊啊。哎呀，揿错钱啊，可惜收唔到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久等啦。哇！呢个大数货全部都系大户嚟喎，几钱啊？收我100蚊，要找19蚊啊！19蚊点揿啊？哎呀！等先，太多钱啦！等等先，客人 ，OK 得啦，好完成，咁啊做得晒，哇！三包老细，乜穷鬼真系，走啊，老细。哇，我点啊？手气唔错啊！我啲卡靓卡嚟噶，开到啲靓卡翻嚟讲啊！好 ，OK， 冇客我哋又可以开工啦！我哋开始我哋嘅工作啦，又攞走商品，开卡，绿毛虫 ，OK， 唔知道你嘅 game 几时有得对战？如果有对战嘅话咧，哇，呢啲卡好玩啊！哇，有张靓卡，但系唔值。就是啲唔值钱啫，对比我第一包，其实都好赚钱嘅咁样开卡。好，12蚊，哎，我最中意啲俾卡嘅朋友啊，嗰啲要找钱嗰啲真系，哇，呢个真系大户啊！哎，老细够唔够啊？哇，我最中意钱噶啦，真系，真系钱嘅味道真系唔同啲啊！12蚊，哎，我最中意啲俾卡嘅朋友啊，嗰啲要找钱嗰啲真系 ，OK。好啦，咁下一个任务就要买呢一张台俾佢哋啦。我买张台系嘛？
我将袋锁住你，唔好俾你离开。张凳喺边度买啊？啊，呢个系嘛？两嚿水一张凳，有冇咁贵啊？咩凳啊？等等啊，先生，等等啊。OK， 买张凳锁住你。其实我喺度研究紧咧呢个 game 咧，佢啲摆，哇，佢连呢个台布都系 Pokemon 嘅台布嚟噶。你知唔知呢啲台布都唔系平嘅？呢啲台布都几廿蚊，甚至100蚊一张。我以前喺 Pokemon 嘅任天堂嘅周边嘅中心 Center 睇过啦。我谂要买翻张，因为点都即系嚟到 Pokemon Center 冇理由唔买嘢啊。咁啊，结果睇一睇，哇，都几贵下，即系可能讲紧几钱咧？成100蚊都有，100零蚊啦，有机会。咦，佢张卡咪比加超卡嚟，啱啱先望到。老细，头先嗰张比加超卡，我哋一阵睇下仲有冇人俾卡先。果然啊，你啲大户就系唔同，一瞬间咧就已经清得七七八八。我多两张，跟住佢好似有得 set 价钱嘅。哦，系啦。好，咁呢个价钱咧，我哋呢个开挂储水 X 喷可耻嘅铺头咧就标准系7蚊，系嘛？確認時機係咩啊？睇下先，裝修棋盤遊戲。喂，咩嚟㗎呢啲？有啲唔知呢啲咩嚟喎？揾等先，我哋要搞一搞呢個先。費用7蚊。嗱，基本上附近係7蚊，咁我哋賣平少少啦。呢度我哋賣6.5啊。Job's done。哇，喂，我啱啱先 set 咗老友，你使唔使揾個對手啊，老友？啱啱 set 咗冇几耐就即刻得个屎忽过嚟喎，老友，使唔使咁快啊 ？OK， 其实咁样摆咧，嗱你睇落啦，你出面有啲卡铺都系咁样摆嘅，睇落好靓啦，但其实咧好辛苦嘅，入面嗰个咧一无形嘅压迫感，如果你想去厕所咧就困住咗啦。喂，我真系比加超卡 ，Visa 比加超卡，吓 ，ASIV，OK、okay, 可以。下面呢度都可以睇到啦，因为而家超价几钱啊？21蚊，好，多谢老细，下次再见啦。诶，嚟打牌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呢度有充足嘅冷气啊，唔使担心热啊。佢呢个十位顾客打系要等佢成功打完一铺先啊，要咁耐咩？咁我哋减低呢个价钱，我哋6蚊铺，我锁住啲客人，唔好俾佢走。哇，抌喺地下先呢、這个，俾钱好，找翻嚟，唔使找，多谢晒，拜拜。系时候到我嘅回合啦，尼多兰奇异种子，哇，金卡嘅绿毛虫啊，呢啲卡一睇知唔多劲啊，但系就系个外表有少少唔同啦、啊。即系抽嘅话咧，基本上咧呢啲卡应该都系大部分都系咩绿毛虫啊、咩独角虫啊呢啲啊、咩波音福呢啲啦，冇咩劲牌嘅，但系只系为咗开佢嗰啲咩闪卡啊、全图嗰啲啦。啊，你见到哇，得几蚊？OK， 一包系一个半啦，一个半基本上都实有赚噶啦。好，仲问买卡冇啊？喂啦，佢咁样虚空咁样飞入去嘅，点解佢？我都可以睇下啲客人点样打。咦，啲客人走咯，佢哋走嘅时候咧就会加咗两个任务啦，系啦。好，比卡非常好啊，最中意啲比卡小子啊！头先咪输好多咧，先生买咁多卡，谂住翻本系嘛？可以可以，祝你成功啊！先生输咗啊！哇，肯定输咗好多啊！俾个红色衫嗰个人，你买咗几多包喺度？呢度哇，差唔多买咗成箱喎，朋友你几钱喺度？117，赚翻33蚊，可以可以。好，多谢晒老细啊！喂，你唔同佢打啦，佢戆居居等紧你。O K， 终于揾到对手啦！哇，我过去睇下先，咩手牌？哇，啲手牌咁劲嘅，点解尼基亚嘅？我店长都冇，你竟然有？同埋佢哋啲卡点解咁靓噶？仲有大力蛙又成。哇，捷多咩？捷多里奥啊，嗰只叫做嗰只雷猫。哇，仲有其他卡冇改到嘅。先生，你做乜用其他唔系 Pokemon 卡嘅嘢喺度玩啊？又到我嘅回合啦，企喺呢度开。点解每次一开你又有客入嚟噶？唉，等你做埋你生意先啊！做埋你生意我先再开。
几多包喺度？14包，好，呢度42蚊 ，OK， 多谢晒老细，拜拜。几个咯，头开，鬼师，嗯，渣渣地呢啲，唔多劲啊，下个。奇异种子鬼师，哎哟，其实我唔知呢张有啲咩稀有程度，我唔知点解会值11蚊咁贵，老实讲，我睇唔明佢一啲，佢嗰张卡嗰个嘅咩？即是它的稀有程度啊是怎样啊，即是一般有分什么史诗啊稀有啊或者是普通啊那些什么 common 啊 SR 那些樣。我完全看不明白剛才那张是贵在哪里。大家这张看似很漂亮很贵但是都贵不过刚才那张。成功获得8蚊。我想知道为什么官方会整一个这么臭味男女，哇这个是不是战术攻击来的，一坐。一嚟就即刻坐低同你打喎，依个两个人走啦，做埋佢哋两个人嘅生意啊！我哋嘅任务就成功啦。诶，佢哋走咯，即刻，哇咁好嘅9点自动收档啊！啊，屋企有门禁系嘛？9点要翻屋企，我唔系俾阿妈闹系咪？咁啊，直接结算，哇，点解有差评啊？有差评睇噶。啊、收入我哋加咗700几，但系因为呢个供应成本就扣咗500，再加埋呢个升级就扣咗800。所以第一天是蝕的，因為我們要加一些設備一些台給人，所以我們沒辦法一定是蝕的。會不會因為我放了紙箱的盤口，沒理由的，我們蝕多一天，這樣也有負評，我買得很便宜的東西，有點過分了。神按了8點鐘，哪有人來買卡啦，這個時候就是開卡，哇立刻有人來，欸有張19的19蚊，但又是不知道貴在哪裡。取消先，乜黐線嘅真係，一開卡就即刻懟曬人入嚟。係久等啦，先生，俾卡定俾錢啊？哦，俾卡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最好。多謝曬。開個燈咪未開燈，原來呢個係咪琴日嚟過㗎？好似先生咪琴日嚟過，咁熟口面嘅呢個樣，一定係琴日嚟過啦。哇，買兩包啊！買兩包走14蚊。条友仔过嚟找钱系嘛，唱散纸系嘛，一包一包俾20蚊，系咪想考我数学啊？跟住坤我钱系咪？琴晚将卡座放喺呢个商店度，好，我哋已经成功获得咗一个新嘅任务啦。咁呢一个咧就系可以将呢一个卡片放喺度卖嘅。好，咁即系话我哋赚钱嘅渠道又增加咗啊！我哋开。看看先，直接摆喺边度啊？喺呢度咯，会好牙钉，好似好牙钉，算得摆喺度啊。跟住我哋可以将呢啲卡咧放入呢个架度啦。好，呢啲卡咧其实可以卖贵少少噶，我觉得。嗱，呢张卡值39蚊，咁呢张卡嘅市价系39蚊，我哋可以卖高少少啦，因为我哋卡包平均卖得平啦，所以我哋卖45蚊啦。45蚊我都觉得有人卖。賣貴一嚿得啊，50蚊。呢張就3.5蚊都係好搞掂。好，睇下有幾多人買啊啲卡。4蚊。有冇買卡咧？全部買卡包嘅朋友。冇人買我啲卡嘅點解？我啲卡有啲買得好平嘅喎。靚嘢，哎，好啊，終於有人買卡啦。咁之後嗰啲我哋賣平啲啊，都直頭賣3蚊就算啦，賺你5毫子算啦。幾錢啊？6.5，可以搞掂。如果可以落場同佢打，你話幾好咧？冇得落場同佢打。我哋睇下其他嘢先。高招募就係請客人啦，就請店員啊。哇！要交租啊？唔係啊嘛？要俾67蚊交租？我想知道負評係邊條友啊？出嚟！边个负评我？哇，全部都4、5星嘅，边个负评我？真的很便宜啊，大佬！呢个系咩意思啊？我应该有啲小玩具系嘛？哦，佢应该有啲小玩具周边俾人买嘅。好啦，我哋已经到达5呢啦。诶，呢班人一定有人输咗，金头发呢个肯定输啦，好惨啊！即刻过去买卡，输好多啊，先生。唔夠多喎，點贏到啊？下次咁啊，暫時呢隻 game 咧就玩咗咁多先啦。呢隻 game 我而家第二日，
我哋之後咧會越嚟越發大嘅，啊，越嚟越發大，然之後開一啲新嘅卡包啦。咁睇下幾時開到啲神獸級嘅 Pokemon 出嚟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次咧各位 PDCG 卡嘅模擬器玩住呢度先，再見，拜拜。中意嘅話記得俾個 like 啦，同埋訂閱，拜拜。